所以在这里我要祝福我小河乡的所有的村民们新年快乐，2022年我们一定会更好。2022年马上就要到了，现在请给一点时间给你心中念的那个人，我们默默的想一个祝福，同时如果你身边有重要的人就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在这样的温暖当中一起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最幸福的2022。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告别2021年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倒数，10 9 8 7 6 5 4 3 2 1。谢谢，尽情去拍片，去触摸。